哦，虽然看起来艳阳高照，可是看到穿比基尼还是会觉得冷冷的。虽然今天是出太阳，但是呢，今天的清晨各地的温度其实还是很低的，最低温出现在这个新竹只有 10.3 度。随着封面逐渐远离，气象局说呢，这两天周末假期都会好天气，一直到礼拜一啊。但是礼拜二开始呢，又有一波封面南下，全台湾都转为湿湿冷冷的天气，高山呢还有一波下雪的机会哦。